Danish 的这个系列，就是在德国研发的，通常都是 Bosch 的洗碗机，然后都会附 Finish 这个牌子的洗碗剂，因为他们就是全球第一大，所以全部标配的都是附这个牌子。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Finish 的洗碗凝珠，不只可以洗碗，它还可以护理洗碗机，它有加一些软化盐，就比较不会卡那么多白白的水垢。红色的球球它可以瓦解重度油污，然后用完之后盘子就会亮晶晶的。白色这个呢，它是天然的酵素，它可以去除那种蛋啊跟牛奶留在杯子跟碗盘上的那种很难清的那种污渍。然后蓝色这个里面有活氧因子，然后是可以把那些有颜色的茶垢啊还有咖啡渍都可以清掉。如果你没有这种洗剂的槽的话，就可以直接丢进去，然后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这，放进去一起洗就可以了。直接开始洗，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洗完啦，我们看一下，哇塞，这个很多酱的碗变亮晶晶，然后刚刚这个杯子下面都是咖啡渍，现在也都干净溜溜，而且它连这些洞洞有凹凸的都洗得蛮干净的，没有留什么水垢，很厉害。